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，妻子为丈夫叫来了美女洗车服务。想象中的美女洗车团应该是这样子的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能瞬间转帅，剧情的瞬间反转让丈夫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阵仗，这神段， Q 主播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是隐约中早已闻到了一股腐气。这小腰扭的，这小臀撅的，哎，这皮皮擦窗又是什么洗车新技能？简直是光天化日之下上演火色春香图的 GIF 版呢、啊！你这一副欣喜若狂、欲罢无能的销魂表情是要闹哪样？麻烦你照顾一下你老公的心情好吗？不过 Q 主播温馨提示这位丈夫，既然无人拯救你于水火之中，不如娇羞地享受这一切吧。真人在面前减肥到这种场面，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呢。